今天是鸡脚爪，鸡翅膀，好吧？孤独的配餐者，他们不知道在忙活什么。今天吃鸡爪、鸡翅、牛鳞、牛心、兔排、西兰花。牛心牛，牛肉。菜菜。还少了一块牛肉，还有发财最不喜欢的鸡胸肉。今天我们吃小六家最喜欢的。哎，小六家，不要去吃发财的东西，鸡胸肉、牛肉。小六家的鸡胸肉，兔子。小六家呢？你的兔子，这么多好吃的兔子、兔排、兔肉。还有妈妈给你的西兰花花，好不好？还有西兰花花，好不好？只想吃羊排，不喜欢吃兔兔。好了，发财到这里来吃饭，小六角到这里来吃饭，过去，吃这里的。小六角，你吃这里的。不是你们现在干什么啦？吃饭？不会咋吃？我不会。妈，我是病人。发财吃饭呀，小六角吃饭。小六角不要答应他，那小六角吃饭。发财，你在干什么？发财来，发财。今天吃饭啊，全程都是这个死样。来，让我瞅瞅先吃啥。好几天没吃羊排了，几时安排？这粗茶淡饭的，没胃口啊。哟，脾气挺大，那你喂喂我呀。服务不到位。一会儿跑去小便，一会儿跑去大便，真是懒人屎尿多。第一次吃鸡爪，以前只吃过鸭爪，事实证明发财现在不爱吃鸡。你吃点饭这么磨叽，看得我脑壳疼。皮痒吧你？看我的羞羞铁拳。小六角，你干什么？打完继续吃。牛心不吃，牛鳞勉强吃。大家可能会问，才哥是不是病了？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是的，他病得不轻，他这是矫情病。留点肚子，万一有羊排呢？来，小六角吃饭。来，我们吃好吃的鸡胸肉，吃个花菜。这也吃得香。六甲今天没有抽搐，昨天的三次抽搐应该是前天看到我的塑料姐妹花太激动所导致的。